在这八月的尾巴，在这各大高校忙着发放录取通知书的节骨眼上，一所不知名的学校却出尽了风头。这是一所追求创新的学校，这是一个成就梦想的摇篮。京东电脑数码秉承玩所未玩的办学理念，打造哈哈哈哈哈玩笑。六大王牌专业培养玩乐人才，无人机烹饪专业，电竞战术与执法速成专业，平衡车广场舞专业，音乐养殖专业，摄影形体美学专业，VR 实战搏击专业。这支披着高校宣传片外衣的促销广告，将电脑数码主流品类与玩笑专业融合，借招生之名达成产品强势露出。这间假学校一经上线，即收获了超2亿人次曝光和1000万加播放，自来水纷纷表示想入学，那我们就满足他们。我们顺势推出玩笑入学测试，按住大小即可从校生成分抽出适合就读的玩笑专业，并将测试结果与电脑数码产品融合，延续了玩笑的热度。这就是我们为京东电脑数码打造的超级事件。在预约的校生中，我们收获了项目总曝光量2.04亿次，视频总播放量1000万次，30多家媒体及 KOL 自主曝光。当然也在同质化的电商营销中收获了一大批学生用户的喜爱。京东。